饭，今天吃爆炒腰花，还有油菜香菇鸭腿，真的不知道吃啥了。麻辣霉豆腐，一天想吃啥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。椒麻鸡爪。
他现在是多送一袋这个鸡肘子啊，过了明天都没有了，没有鸡肘子送了，就只有一桶这个，一桶是750克的，然后再送一袋250克的鸡肘子，这就是一袋的量。它里面是无添加零色素，孕妈妈都可以吃。麻椒鸡肘，汤汁不要浪费啊，可以拿来拌面条、拌土豆、拌黄瓜这些。椒麻鸡爪，这个鸡爪真的好过瘾。这就是鸡肘子，它那种脆骨，好香。就到这里吧，等直播的时候再吃，巨好吃。